你啊，係今日聽到岑子傑出事。我係佢朋友嚟嘅，本身大概佢出事之前一個鐘，我哋傾緊電話嘅，跟住我就突然間睇到新聞，佢俾人用鐵錘打咗喉嚨啦，咁咪即刻跑過嚟睇佢咩事咯。本身以為佢好大件事，之後嚟到了解翻，原來佢 OK 嘅，只係流咗少少血，而家情況好穩定。佢啱啱出嚟嘅時候都識得揮手，仲見到我咯，都係清醒嘅，係樂觀嘅，我自己覺得係。咁啊，即係好多朋友都好關心佢啦。咁啊，即係想知道佢即係嚴唔嚴重啊，同埋佢仲可唔可以召集10月20日嘅遊行？今日16日啊嘛，我覺得16日仲有4日。如果佢頂硬上嘅話，應該會出到嚟，但我哋會照出嚟咯。就算佢唔喺度都好，係咯。即係大家都會照出嚟啦。一定會照出。咁啊，你哋嘅口號係乜嘢咧？即係10月20日嘅口號。其實我諗都係一開頭嗰、那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咯。咁啊，你有冇入去睇過佢啊？同佢傾過偈啊？上唔到去，淨係頭先推佢搭 lift 嗰陣時，佢應該見到我一眼揮咗手嘅，應該見到我啦。係咯。咁啊，你同佢頭先你話你同佢傾偈，即係之前咧有傾過偈嘅，係一個鐘之前。係啊。咁啊，之前你哋即係之間有冇講到話你自己喺電話度有冇聽到有咩跡象啊？佢會遇襲啊？冇，因為嗰陣時佢係電話入邊，佢應該講緊佢開嗰句遲到啊嘛。當時我就聽唔到佢啲乜嘢事嘅。哦，佢即係本來諗住同你見面嘅。唔係，純粹傾電話啫。哦，咁啊，後屘就睇到新聞話佢出咗事，所以即刻跑過嚟咯。咁我其實我都睇到新聞啦，睇到圖片，咁我覺得即係好多血啊，地下度。就咁睇啲相，真係好多血咯。但係根據翻救護嘅人嚟講，唔算好多。哦 ，OK， 咁啊，你覺得佢情況 OK 噶啦？係算樂觀嘅。唔知佢有冇做手術咧？做手術啊，小手術咯，係嘛？即係聯下針咯，我覺得係。佢而家啱啱照完 X 光啊嘛。啊，咁其實對於岑子傑先生遇襲啦，佢唔係第一次啦，即係第二次。咁第一次係8月29日被人用好似鐵通啊。阿陳浩涵幫佢擋咗一刀嘛。佢朋友幫佢擋咗。係啦。咁啊，其實呢個係第二次啦，你覺得原因喺邊度？我自己覺得有人想滅聲咯，想滅民陣嘅聲音。點解你覺得佢會想滅民陣嘅聲音啊？係咪同今日林鄭出嚟有關咧？我覺得兩個冇乜關係嘅，純粹係10月20日民陣遊行，因為民陣係一個點講啊，可以列住一班香港人去抗爭遊行一個算係大台嘅點講團體啦。咁如果滅咗一個聲音，咁啲人咪覺得他們出不來咯，可以，我覺得對方是這樣想的。即其實你都說得很對啦，即好像6月9日100萬啊，咁跟住嗰一日尖沙咀係想做第二個200萬嘛，佢哋想做到呢個效果。就係10月29日。20日。10月20日想做到200萬。係啦。即你覺得因為人多，佢哋就想滅聲係咩原因咧？咁其實而家我哋都睇到好多抗爭，不過係即係好似 Bill Water 咁樣啦。其實同200萬出嚟有咩唔同啊？你指200萬同10月20日有咩分別？同即係而家遍地開花有咩分別啊？遍地開花係冇不反對通知書噶嘛，係我哋市民佢哋自己自發出嚟。咁呢個係民陣佢提出嘅，就有係合法嘅。就兩個分別咯，純粹。即係而家10月20日嗰、那個已經收到不反對通知書啦咩？申請緊，係啦。咁幾時會知道結果？我諗呢幾日啦，同埋今日岑子傑遇襲呢件事都可以做呢個上訴嘅，佢哋應該搞緊㗎啦，我覺得。
OK， 咁其實咧今日都發生咗好多事啊，即係話立法會復會啦，咁啊同埋咧施政報告，你點樣睇咧？當然唔滿意啦！你最重要嗰五樣嘢你唔講，你反而講其他嗰五樣嘢房屋嗰啲嘢，咁點講啊？我自己有啲印象嘅，關於房屋嗰啲，心諗死啦，都買唔到樓啦，以後。以後啲年青人。冇啊！以前首期都係幾多啊？40,000+，而家要80,000咯。我冇記錯啊嘛，係咯。仲講咗啲咩啊？都係呢啲咯。總之而家施政報告要講嘅唔係呢啲咯。你話林鄭，你話要聽民意嘛？咁到底其實你有冇聽過咧？好明顯冇啦！你份施政報告係咯。咁所謂嘅民意係乜嘢咧？五大訴求咯，好明顯就係、是。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定要做啦，撤回反送中條例，你自己親口講明會撤回，咁你到底有冇講過咧？到依家好似冇講過啊嘛，根本。其實今日係應該行嗰個撤回嘅程序噶，但係佢唔講喎，佢反而講施政報告喎。OK， 我就算當你係發表施政報告，咁你有冇將呢個案而放入去講先？冇啊嘛，淨係掛住講房屋民生呢啲嘢。其實我哋依家唔好注重呢啲咯。即係佢其實如果講房屋民生嘅話，其實你頭先話即係首期係40,000之前，咁啊而家80,000咁，你覺得即係反送中反修例之後呢四個月，反而房屋起咗價咁樣嘅？你點樣睇呢件事啊？正常唔係應該降嘅咩？點解會升嘅？酒店都降啦，大家都睇到。我唔知道我呢啲後生嘅觀點咯。其實咧今日仲有美國國會眾議院咧，即係通過咗啦，但係仲爭參議院咯。係啦，咁都算成功咗一小步啊。我只覺得係咯。即係你覺得成功有希望啦？當然有少少希望啦，但係總之都希望參議院通過埋，咁條法例就可以成功成立咗，係啦。咁你覺得對於香港嘅影響會係乜嘢咧？如果成功咗之後，嗰、那個民主自由法案，肯定向好嘅方向啦，即係民主人權啦，係咪？到時候你有機會變成一個民主的社會，那你是不是要自己選擇投靠哪一方面的同盟？是不是要這樣因為你這條法例是要凍結他們違反了人權的怎麼說那些人、警察、政府官員那些咯，那他們制裁了，那到時候誰管治香港？到時候咁咪自己要揾盟友咯，可能係咁啦，我覺得。咁其實呢個民主法案對於香港嘅經濟，你覺得會唔會有影響？係好嘅影響定係差嘅影響咧？會唔會差咗咧？會有少少差係嘛？因為你要凍結某啲人嘅資產，佢哋嘅財物業嗰啲嘢。某程度上，如果他們有開嗰啲咩食肆啊嗰啲，股票嗰啲都會冇埋啊嘛，係嘛？我只覺得會差咗少少點都。咁反而言之，可能對於人權同埋民主會好，所以對大部分香港人嚟講，係咪會係一件好事咧？係好事嚟嘅，都係。咁啊。點都要犧牲少少嘢，換取多啲嘢翻嚟嘅。咁你覺得到時房屋會唔會跌咧？我希望會啦。好啊，其實咧，就好想多謝你啦，同埋想 pass 我哋嘅觀眾朋友對岑子傑岑先生嘅即係問候啦。要講啲咩啊？要講啲咩好啊？死啊！隨便啦，隨便。我想都是那幾句了，我知道怎麼說。香港人都經歷了四個月的運動，不要忘記初衷，記住我們走了這麼久，
就唔好放棄，永遠記住一個信念，就係唔好因為見到希望先堅持，係因為堅持咗先會見到希望。香港人抗爭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新聞資訊權、新聞資訊自由同埋營商自由合唔合理？